准厂房新建工程，本工程主管机关为科技部，主办机关为竹科管理局，设计建造单位为大同联合建筑师事务所，由丰裕营造、同意工程及甲级工程三家公司联合承揽，工程总经费3亿6800万元。本工程基地紧邻宜兰县政府宜兰运动公园与宜兰大学城南基地，机能便利，环境优雅。第二期标准厂房为地下一层、地上五层的钢筋混凝土构造建筑，新建楼地板面积13172平方公尺，高度26.65公尺，内部配置25平厂房16单元。50平厂房20单元，100平厂房4单元，200平厂房1单元，可提供不同需求的厂家进驻。本工程外观以砖红色钉挂砖与金属帷幕相互搭配，于外墙设置铝格栅遮阳系统，依据不同的厂房单元在错落方式排列，创造出如水面波光的意象。本建案采节能设计，将取得绿建筑标章，建物除强化楼板的载重外，并导入相关智慧化控制系统。本工程新建完成后，期望能吸引具潜力的中小型厂商进驻，营造园区产业群聚与跨界融合效应，以增进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。